大家好，现在正在刚从里面那个 Ibiza 展出来，外面这个展叫做 More Little Dalub， 大家就是大概那个展的意思呢，就是关于一个意大利的，不是意大利，澳大利亚的一个收藏家，他给大家就是他自己收藏了这个 Clothespins， 就是这个衣服扣子，这个晾衣服，就像我们中国晾衣服这个东西，非常非常有趣，其实。因为大家就是，大家谁都也不知道世界上会有多少种这个，你看他就把这些全部收集在这，然后还有加上它的名称，比如说这个是什么时候的，然后这个是什么时候的，就各种各样不同的，还有个木头的，估计会有很古老，你看就是 mid 18th century， 非常非常的远古，它所有的挂在这，它的收藏一共总共会有。2000多种还是3000多种，我们接下来找一下它这个入的这个地方，就是它会有2300种不同的，然后现在它就大家给它就是看一下，其实是非常非常有趣的这个展，我觉得就是也没有这么的严肃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不同的展的样子，比如说这个也非常的有，是纯铁的，然后叫做 American Mind， 啊，40年代的，也是很久了。好，这个展呢就是这样，很小很轻松，给大家放松一下心情，然后希望呢大家就是继续关注我们，拜拜。